终于我找到了你，像透明的雨滴洒落心底，终于我拥有了你，如梦中的气息吸引不你，那是最美的记忆，你送我的平安紧握在手心里，让时光停在这里，神采飞扬的你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今天你和我都在一起，爱的线索原来就藏在心底，今天你我就要你，我就要你，我就要你，怎么停这儿了？不能再往前开了哈。那王一阳他们家就在前面了，万一要是让盼盼看见，那就出大事。哎呀，不会的呀，我要去他们邻居家，你往前开一点。那你下车走两步不行吗？不是，你就开一点怎么样？快！好吧，就我就停这儿，我在这等你啊。等我十分钟啊。妈，小青知道你最近身体不好，特意给你煮了鸡汤。这鸡汤啊，煮了五个多小时呢。伯母啊，您喝鸡汤，来，您尝尝。妈，你看味道可香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要烫死我呀！啊！哎呀，你怎么那么木头啊？你不吹一吹，你快过去吧。行，我是木头好了吧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宁可跟数学题打交道，也不愿意来一下。可是你非要我来，你……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我们又没请你来。哎呀妈，能少说一句不行吗？我说了又怎么了？干嘛？都这么大人了，当面说多难听啊！哎。快坐着，我去看一下。外婆，戴上头盔。小潘，要把我带去哪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戴上。啊？走了，出发。那个萝卜已经十分钟了，我到底等不等你啊？啊？外婆，哎呦，我们成功了，我带你突围了。那帮人烦死了，赶紧带我逃远点。真的？你不怕？不怕，怕什么？
一会儿我女儿可能会追上来，赶紧走走走走走。好嘞，您坐稳了啊。哦，走喽。你好，哎，要帮忙吗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那这么倒霉，陷在这儿了。你稍等啊。啊。外婆，您可以吗？哎呀，您真棒！外婆，您这根本不像是第一天才会走啊。今天啊，我是自己起床的，他们来叫我的时候啊。我妆都化好了，真的那么厉害？你慢点。外婆，那您干嘛不让他们看看你好的样子啊？这个热时期，不想着赶紧跟小白脸分手，还想趁我庆祝康复的时候把他扶上位，以为我是傻瓜呀？把我气成这样，我得跟他搅和。您太可爱了。那他不是您亲生女儿啊？你不希望他好啊？哎，你呀，不了解我这个女儿。实话跟你说吧，自从啊那个窝囊废老公离开她以后啊，她就成天的想着找男朋友，没有一个靠谱的。基本上呀，都是看着他的钱。我要不把财务抓紧了，他不知道倒贴出去多少的。外婆，我也跟您说句公道话吧。其实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，万一小王总这次走运了呢？就那小白脸。比他小那么多，能保护他吗？哎，图的什么呀？人家都说，年纪大了，得性格恬淡，享受平静。我从来都不喜欢那种平静。年轻的时候命不好，总在求生里挣扎，就想着做事，一天当几天用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得点空了，可心里呀、啊、空落落的。不管管孩子，管管家，还能干啥呀？哼，要不是现在已经好了，我就折腾不了了。你说人不折腾，还活着干嘛？您说的对，生命在于折腾。啊，你也这么认为吧？啊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哇，你这水平太高了，你啊！啊，我怎么感激你啊？你简直就是个活雷锋！哎呀，完全没事了，举手之劳。还真是个好心人。你贵姓啊？我姓林。啊、哦，我姓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刚才看你把车开得飞快，怎么了？这车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的，开车出了事儿那才是大事儿。是啊是啊，我不是在追那摩托车吗？怎么他们抢你钱了？
要是抢钱就没事了，他把我妈给抢走了。抢妈？对，那个我们家那作妖的那个小管家把我妈抱上车。你想，那老太太本来手脚就不方便，70多岁的人了，那坐她的摩托车要出事儿，那怎么办啊？也许他就是想带老太太出去兜兜风，玩一圈转风够了就回来上班。说的轻松，那哪是风啊，你看那摩托车那速度啊，那要出事儿可就不是小事儿。是这么回事啊，呀，豆宝宝，吓死你了。我不不没没没没我那我就啊啊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对对，哎，我去，哎呀，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又怎么了？啊？哎呀，脚崴了，真那么倒霉啊？骨头有问题吗？没事，你活动活动。啊、不行，活动。那还能开车吗？不能。哎呀，痛死了。您慢点，慢点，慢，哎呀，哎呀，没事吧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哎，林嫂，小心，哎，你对这个小区挺熟的，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？没，我刚才好像听见说让我左转了。如果感觉不好就上医院检查啊。你这怎么了？这是脚崴了。慢点，快扶进去。哎，那我就。你车停的挺远的，我让我们家司机送你一下吧。不用。不，我就快走回去，就当锻炼身体了，好吧？快回，谢谢你啊，快回吧，回。慢点啊，慢点。谢谢。哎，好。我进去给你推轮椅去吧。慢点。哎呀，我就知道，家里边放一个轮椅啊，没什么好事儿。你看我妈没坐，我倒坐上了。哎呀，这最瘦的。哎，小金，你在啊？你怎么了？我脚崴了，韧带拉伤，还挺严重的。当心。好，好。哎呀，折腾死了，你看都肿了。没事吧？嗯。还生气呢，姨娘。我知道，我没什么出息，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。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独立的人格，而且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当然是平等的。但是你妈妈这样完全是在侮辱我。你说像这样喂鸡汤的事情，还要再发生多少次？他不尊重我，是觉得我是一个看上你家钱的小白脸，这太过分了吧？你来旁听上我数学课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家里边有钱，也不知道你是个富婆。小金，你能不能不说富婆俩字？我比你年龄大，经济条件比你好一点儿。小青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知道，我对你也是真心的。我不在乎你的年龄，也不在乎有钱没钱，但我在乎的是尊严，是平等。可是你们家也太仗势欺人了吧？小青，我觉得你就别跟我妈计较了。他都是70多岁的人了，他那个性都一辈子了，我也很难改变。对，你今天这样帮他说话，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对我的。一样，可能我们这段时间发展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们需要冷静一下。也许我们不合适呢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小金，
你不是给我画过笛卡尔的心情曲线吗？你说过我才是最懂你的人。可是我听说笛卡尔的心情曲线图是杜撰的，是假的。如果我们有缘的话，还会再见的。保重，再见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。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今天课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老婆，走。嗯。外婆，你先等我一下啊。林小潘，你挺机灵啊，把我密码都猜着了。你下回设个高难度一点的呗。你干嘛来了？帮我带他锻炼一下。是这么狂野？嗯，来都来了，帮个忙了。我不知道。外婆，这是我的东家。外婆。这个是我的闺蜜，叫嘟嘟，她是这儿的教练。哦，这么厉害！外婆好。那个，嘟嘟，你帮外婆锻炼一下呗。没问题，走，我行啊，我。没问题，跟我来，你才知道了。吸气，对，好，往下落，呼气，坚持一下，对，怎么样？我来试试，来，林子雨来，走，往上，吸气，抬，好，往下呼气。哎呦，没事吧？还行吧？特别好，行啊。那我再来一遍。您再来，吸气。外婆，你可以慢慢自己试一试，这个也是帮助恢复我们的脚踝跟膝盖的。等您恢复好了，就能跟我们一起练健身操了。真的吗？没问题。试试。嗯。哎呀。哎。可以吗？来。妈，你可以走路了。你现在看到的老妈不是瘫痪的老妈了。小潘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万一我妈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小潘没什么错，你别批评他啊。现在呢，天底下只有小潘不把我当老太太看待。我现在宣布，小潘啊，已经通过面试，可以录用了。谢谢外婆。
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啊，好。哎呀，我早就说过，我那些病啊，都是休息出来的，再加上操心。刚才呀，健身房的那个小教练说了，人只要一过70，就说明你的基因啊，经过了筛选，比任何人都好。妈，你可得悠着点啊，别太亢奋了，回头啊又累坏了。我呀不需要你指点人生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进入自由王国了。我以为你一直在自由王国里呢。在自由王国啊就得说真话。王姨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喜欢小金，我也担心你，我觉得他是啊冲着我们家的钱来的，所以你以后啊别带他来了啊，我也不想跟他装着什么和睦相处的样子。行了行了，妈，你也不用再说了，我们俩呀掰了。啊？你们这么快就分手了？哈，他这么说来，你们感情也没这么深嘛。我不想再提这个话题，回屋了。哎，小王总，您慢点，我给你推轮椅去吧。没事没事，没事。小杨，王阳怎么了？好像刚才出去的时候把脚给崴了。啊？怎么会的呀？林大总管，您这是？您怎么来了？我要跟你说，我在高速公路上迷路了，一脚油门就到这儿了，你信吗？尴尬癌都犯了。我也不信，你不是刚来这儿工作吗？我有点不放心你，怕你扛不住。这一看你果然没扛住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真的是从肉体到精神乃至于灵魂都用力过猛啊。太惨了。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我把那个盐袋都给你带来了。你还会做针线活呢？你先别管谁做的，人不都说偏方治大病吗？把这个放在微波炉里一热啊，哪儿疼敷哪儿，能舒筋活血。你别客气，以前你总帮我，我这也算是知恩图报了。你别总说这个，搞得我特别想高傲的回答你不用报答我。但我今天真的是惨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赶紧回去敷盐袋啊！来，我缠着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王家人真的不好对付。那小心，小心啊！来，来，小心头。哎呦，好舒服啊！哎，受什么罪啊？系好安全带。哎，不用看王诺图，看他们家老太太我就知道，一家子狠角色。你斗不过他们的，你看那老太太，出了健身房跟没事人一样。你倒是闲谈了。没事儿，我能用他们腰的代价来搞定一个东家，我绝对是赚了。忍着点。哎，嘟嘟，这盐袋我给它热了一下，你给它敷上。哦，谢谢。感觉怎么样？啊，舒服。哎，反正啊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撤退吧。你今天算是误打误撞混过去了，但以后怎么办？哎，你仔细想过没有？万一那王家人很喜欢周之伟，又万一你碰见周之伟跟王诺图亲亲热热的，你可怎么办呀？保证冷静。我还真是对你不放心。哎，左飞，哎，你也说他两句吧，我天天教育他，我都没词儿了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我支持小潘。嘿，这我唠了一晚上，全在衬托您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呢。嘟嘟，你就别劝我了，怎么着我也得把这个月撑下去，起码要见识一下那个王诺图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服，水土不服就服你。哎，我先走了。
你自己在这趴着吧。不是，你这腿还没按呢。我按累了。小潘。哎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他们家人处的怎么样？别扭不别扭？啥别扭？怎么跟你说呢？我觉得这一天下来，我就像是在通关打怪一样。王家这三个女主人就像是三怪，外婆是大怪，王一阳呢就是二怪，其次就是那个王诺图。今天我已经搞定了大怪，其次就是要攻克那个二怪王一阳。依我对王一阳的分析，他有一点点的轻微洁癖，所以我要在我的管理下让他们家窗明几净，让他对我无话可说。他们家劲儿这么大，我倒有个建议可以给你，你可以让那个老太太多买点机器人，这样你就能省心了。嗯，不行不行，机器人它只能打扫那种大块的地方，像窗户啊、地板，但是往往就是在那种犄角旮旯、那种拐角处喜欢积攒灰尘。对待这种洁癖患者，他们对那种墙角有出乎常人的观察角度。你也够不容易的，又要跟人斗，还得跟墙角斗。没关系。我可以利用华罗庚的统筹法，把平行和顺序的架物安排好，先安排平行任务的计划，再一步一步做顺序执行的行动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完全听不懂，但是我也只能说祝你好运啊！一会儿我得回去陪袁一，我先买个盐袋再给你热了。谢谢啊。明天8点钟到那儿，9点钟的时候呢就要打扫草坪，10点钟是游泳池，11点准备午餐，外婆要在12点半的时候午休，那我就应该在1点半的时候准备下午茶，然后就是。这个光叔啊，又催着让我回日本呢。哎，原计划我就回上海2个星期左右吧。我想，只要见到小盼，我就回去。可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见到了他。那要看你自己怎么想的。其实在上海生活还是蛮舒服的，哎呀，我就是上海人嘛，所以对于我来讲更习惯。那当然，只是这也没有个亲人了，是吧？实话说，我连落脚的地方现在都没有。其实我也理解，我们都人到中年，自己一个人单着，孩子也大了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我留在上海啊，那毕竟是没有工作嘛，一个人他闲着比忙着还难受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中介所不是正好买辆车又没人开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兼职来。就是这句话。只要你答应啊，我就在中介所，我扫地，当牛做马，我都行，没问题，而且全部免费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再怎么说也得要点费用。不，象征性的2-3千也行。哎呀，我不是客气，真的不用。我在日本啊，每个月可以挣2-3万，我不缺钱。只要你能答应我留在中介所，啊，陪着，就这么着。陪着小潘，我知足。小杨，尽快擦啊！记得中午之前把那个花园的花浇一下水啊。啊，好。哦，周阿姨，今天老太太要喝酸笋鸡汤，笋可以下锅了。小杨，二楼老太太卧室的窗帘脏了，下午要洗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这个。哎，林先生。
王总啊。哎呀，你怎么来这儿？真是巧。对啊，那个。你认识兰姐啊？对呀对呀，我跟兰姐是朋友。我也认识兰姐。我来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。你的脚好了，好点没？没有，今天更厉害了，肿了，整个都肿了，肿了，越来越痛，比昨天还痛。对，你不是说热敷吗？这热敷一下子就……冷敷。你说热敷？哎呀，怎么可能热敷呢？你看肿的，哎呀，对比昨天更痛了。这个不管什么时候，这要受伤完了，必须得先冷敷啊，热敷肯定要肿的嘛。哎呦，那我记反了，我还特意热敷的。肿的肿的，你看，对，我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热敷了。哦，今天开始热敷，对那我记住了，热敷。你俩认识啊？赶紧，我们见过一面。啊，我把车钥匙送。王总啊，你今天来是什么事儿啊？我在旁边办事儿，顺便过来看看您。啊，那你们聊正啊，你们聊。小潘在你家做的怎么样啊？哦，小潘这孩子是比一般的管家好像是不大一样，但是这孩子挺有个性的，倒是还算是聪明。不管怎么样，得到你们家的认可。王总啊，如果我们家小潘在工作中有点闪失的话，我们尽量及时沟通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个林先生他叫什么？哦，林桑。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没什么工作，刚回来，那临时在我们中介所开开车。哦，他是司机啊？也不算完全是帮忙的。哦，哎，王总，你跟林桑是怎么认识的？下午茶、晚饭、唱歌，2000多。高总，辛苦了。左总，这就是你拒绝大记者之后的收获是吗？啊？我后悔了，我后悔没带你一块儿去。你不知道，那儿全是宝贝。可惜咱公司地儿不够，我才买了1000块，要不然我全都给他买下来。你买了1000遍废瓦片，啊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买少了？我告诉你，左飞，我知道你偶像是王叔，我也知道他是第一个获得普利斯克建筑设计师奖的，但你不能跟他学呀，他就不是个普通人。你不懂，我做梦都想变成他那样。我常常想，我作为一个设计师，到底要的是什么？看见了他以后，我重新找到了我奋斗的目标。左总，我这后背是越来越发凉了。我告诉你，左飞啊，咱们幼儿园项目现在刚刚开工，事务所好不容易才有点起色，你可不能想一出是一出，由着性子来。是是，你也累了一天了啊，时候不早，赶紧回去休息吧啊。哎，啊！你要是喜欢，我就忍痛割爱，送你一片。啊，不用割爱，太贵重，受不起。啊，哎，挺结实。轻点儿啊！你好，快递。哎，谢谢。小潘，是小姐的快递吧？放着吧，一会儿我送你去啊。不用了，小杨，我帮你送。谢谢啊。
刚才把快递给小姐送上来，然后顺便看了一眼书架，好多商业类的书。对，我女儿是中欧商学院毕业的，她成绩很优秀。嗯，看得出来。小盼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又没那么能干，又不是很聪明，我们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你？可能是我比较合外婆的眼缘吧，所以你带着外婆又骑摩托车又去健身房，你知道吗？要换了别的人家早和你玩命了。幸亏我们家老太太还比较彪悍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介绍所的人都知道我们老王家是个大魔窟。嗯，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独特的基因，没有公式，没有定律，也没有宇宙真理。我不需要对别人的家庭进行评判，我只是要做到找到运行家务事的钥匙。你这句话说的挺好的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你别以为搞定了外婆就万事大吉了。我们老王家有三个女人，各有各的风格，都是大 boss， 谁都不好惹。你要掌握好节奏，保存好体力，能打通关。嗯，谢谢提醒，我明白了。小王总，您这脚崴了，我一会儿给你做一个深度的按摩，保证你明天能好很多。来，好吧。今天是我正式任职的第一天，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请外婆做总结。要是在以前啊，我总能挑出点毛病来。今天你们做的都不错，我心情也很好。不说了，下班。谢谢你们今天的配合和支持，要是我有哪儿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们就告诉我，我会改进的。哎呀，没有，好厉害呀。那我们就解散。先给他们打个电话，啊！哦，好。哎，小盼，我们都到了，你赶紧出来啊！走了？不是你？哦，左飞啊？哦，好。啊？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怎么了？被人截胡了。谁呀？左飞啊。左飞？就小盼上一个东家。啊，对，小盼还说了，说以后都不用咱们接送他了，他自己可以的。我看咱们呀是彻底下岗了。这个左飞，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小盼呀，你可别嫌我絮叨啊！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没身体啊，什么都谈不上。还有就……
知道这是我做股票的 K 线图，我画了一个晚上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我也想说一声没关系。可你知道，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，你知道你这样做事是多么自以为是吗？醒来是生活，我不是天才，能给自己安排，这就是上天的色彩。满怀着忐忑，梦中的无奈，谁都不敢开怀，不如简单去爱。那些人啊，那些光彩，那些日子过得好坏，荡在心底释怀。世间的心万物情怀，每个季节安然健在，为民的痛心在期待。醒来是生活，我不是天才，能给自己安排，这就是上天的色彩。满怀着忐忑，梦中的无奈，谁都不敢开怀，不如简单去爱。那些云啊，那些光彩，那些日子过得好坏，但在心里释怀。世间的事万物情怀，每个季节安然健在，人民的痛心在期待。